我家琪琪宝贝呀，一天可听话了，好好学习，还帮妈妈做家务。我给琪琪宝贝大清单里边啊，放琪琪宝贝最爱吃的山楂卷儿，放了两个，还有我琪琪宝贝呀最喜欢的钱，我给他放100元钱，让他随便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再给我琪琪宝贝放两个他最喜欢吃的这个果冻条，也给我琪琪宝贝放里，嘿，放在这儿。琪琪宝贝一天可乖了。这个呀是琪琪爸爸的金蛋，我给他这里边啊放两个大蟑螂，因为琪琪爸爸一天总玩手机，不帮我做家务，哼，我就整整的，我放两个大蟑螂，看看这一条蛇吓不吓人？我也把它放里，哼，我要整整它，我让它一天不帮我做家务，哼，它一天呢就知道玩手机，我今天呢我就整整它，哎，我把它放里边，嘿，放好了，我开始叫他们砸金蛋喽。琪琪宝贝还有琪琪爸爸，快点来砸大金蛋喽！啊，来了媳妇儿，哇，大金蛋呢？来，这有两个锤子，你俩选一个。这个，你俩谁先砸呀？我先砸。我先。行，那你先砸吧。我家琪琪宝贝可爱，让我琪琪宝贝先砸。我看你那里面有什么？一定有惊喜，是琪琪宝贝。能砸动吗？二三。也砸不动啊！哎呀，使劲，用力，宝贝。一二三，哎，哇！我去。那是我琪琪宝贝的，哇，100块钱，我以为你没看着呢。100块钱，琪琪宝贝，你随便花。谢谢妈妈。你这里边有钱，还有果冻，我这里边也有钱，也有果冻。我可不信你砸，你看着砸吧你。哎，看看，开来，一二，哎，哎，啊，我看看是什么，蟑螂，两个蟑螂，这是啥呀？啊！这是大蛇媳妇儿啊！你吓唬我！你给我搁这是啥呀？这是给他又钱又果冻的。哼！你一天天的就知道玩游戏、玩手机，不帮我做家务。哼！这就是你的好东西给你们，因为我琪琪宝贝一天好好学习，哎，还不气妈妈给我琪琪宝贝的惊喜。哼！